梁省，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？暖心热播中，钟汉良空降爱奇艺化身撒糖官。爱奇艺全网首播都市情感剧《梁生，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》，男主角程天佑饰演者钟汉良今日空降爱奇艺，现场撒糖为爱奇艺员工送上满满福利。本周最新剧情中，程天佑与江生重逢后再度离别，暖心而虐心。钟汉良塑造的程天佑从人设到气质都深受观众喜爱，网友纷纷求轻虐，期待天佑江生这对有情人能终成眷属。撒糖官携带夫力甜翻全场，天佑大叔变形走表情包。11月7日下午，田佑大叔钟汉良空降爱奇艺娱乐，化身商业奇才撒糖官入职爱奇艺，给爱奇艺员工带去众多福利，现场氛围十分热闹，欢笑声不断。钟汉良在《梁生，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》中饰演霸道总裁程天佑，剧迷都亲切地称他为田佑大叔。撒糖环节里，钟汉良介绍了程天佑在最新剧情中的状态，他失明了，戴着墨镜，人在巴黎，并演绎了一段程天佑摸索寻路的状态。随后，钟汉良为爱奇艺员工送出元宝巧克力，为大家的事业财运给力加持，带来双份甜蜜。粉丝问答环节，钟汉良现场做出剧中不同情境下程天佑不同反应的表情，重现田佑大叔行走的表情包，萌态十足。四名粉丝将钟汉良表情分别画在四个柚子上，由钟汉良选出心仪的两个田佑，并送出钟汉良11月10日演唱会门票。活动现场，钟汉良反其道而行之，准备了一些问题请粉丝回答，比如印象中印象最深刻的程天佑撩妹招式有哪些，程天佑为江生抢到一张演唱会门票是谁的演唱会，程天佑养的猫叫什么名字等。在场粉丝都在瞬间回答出了正确答案，钟汉良数次竖起大拇指夸赞粉丝追剧认真。钟汉良酷爱卖萌的属性在活动现场表露无遗，主持人请钟汉良摆几个撒娇的表情，钟汉良带着撒娇语气表示自己一直都在撒娇，并依次比出大中小三个爱心送给观看直播的网友。在场粉丝心动不已，纷纷表示今天我们都是程太太。修罗场上考验真爱，程天佑深受网友喜爱。梁省，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，讲述了程天佑、江生和梁生三人之间跨越20余年起承转合、百转千回的情感故事，剧情给人暖意，同时也十分虐心。本周剧情中，江生前往法国开启全新人生，偶遇程天佑才发现他已双目失明，震撼与愧疚让江生以女仆阿多身份陪在程天佑身旁照料他。另一方面，以无血缘关系的梁生对江生表现出超越兄妹情谊的好感，为此江生陷入两难境地。爱情修罗场上波折不断，网友纷纷表示虐断场。
钟汉良饰演的程天佑生动诠释了一个好男人的形象。在双目失明时，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，程天佑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如何复明，而是把江生拱手相让给了梁生。这个世界上除了他，只有梁生会用生命保护江生。程天佑这句话感动了无数观众，程天佑颠覆了男人都是大猪蹄子这句话，专一贴心的暖男形象让万千少女倾慕不已。田佑大叔昵称外，网友还为程天佑起了暖佑、霸气佑、事业佑、巴黎佑等爱称。梁生，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？现正于爱奇艺热播中，每周一二22点更新，爱奇艺全网首播 ，VIP 会员抢先连看4集，非 VIP 会员同步卫视播出。